惠灵时间特纳画展，这是一场英国画家特纳的大型回顾展，举办的地点是巴黎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。本来展览的时间是从3月到7月，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，时间有所推迟，最终是2020年5月26日开幕，预计2021年1月11日结束。威廉·特纳是英国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家、水彩画家和版画家，他的作品对后来的印象派绘画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。这次展览展出了从英国泰特美术馆借展的60幅水彩画和10幅油画，按照时间顺序呈现特纳在不同阶段的绘画风格。画作题材包括英国城市景致、威尼斯泻湖风景等，有些甚至从未在法国展示过。下一集我们会专门来欣赏一幅特纳的代表作。如果您想预约讲解，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您点赞和订阅，谢谢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